你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是介绍的房子是，其实地铁站很近很近，差不多100米，走路2分钟，我这是3分钟很反正很快到的。地铁这50公里也那个走，50公里也那个走过来，3分钟到110米的，价格是多少钱？很便宜啊，8万1千绝对便宜，管理费5千块。入住也很近呀，入住物业中心会入住呀，物业中心这种房子很小很小的，物业中心入住的房子，3楼现在出来的房子，3楼有的三楼你们看一下，阳光很好，前面没有挡住，现在还有一个晒衣服的地方也很大，所以这个我估计1楼也是可以进来阳光的，这么好的房子有点。就是有点旧的，差不多20年以前的，1992年交的吧。面积是20个平方米左右。哎呀，还有那个迷你复式是没有的。反正我就是中介费就是没有，中介费没有，然后一个敷给你也没有，啊，就有内金1个月，就然后一个退房清洁费有的，这个是所有的都有退房清洁费，然后一个保险，火灾保险也有，然后一个这个保证金委托的一个保险也有，还有另外地方是跟那个业主管理公司可以谈呀，你说吧，1楼有7个，2楼有7个，3楼有7个，一共21套的房子，有一个自己有这个油箱也有自己的油箱，叫我们2楼去看一下，2楼怎么样呢？反正3楼最好，阳光很好的阳光进来的阳光。在2楼去看一下，外面有一个马路，有的哇，马路这是地铁站，地铁站很近吧？然后这样房子什么是这样的，是。然后在3楼去看一下，3楼还是一个最阔，有感觉是就阔一点一些，比如说景观比较好一点的，就这样房子一个房子是外面是这样的，一个。就是一室一厅的这种感觉，还有反正阳光是很好的阳光，还有马路是有点马路到50米左右距离，有点安静呀，安静一点。最重要是一个交通非常好，价格便宜，马上入住呀，物业中心入住，所以这种房子很快没有的，因为入住很近，你看一下就是100米都不到的距离，是吧？118，然后房子是这样的，然后月就是一个马路差不多50米左右位置吧。然后1楼有七个，一共21套的房子。我们现在有3楼的房子，房间里面是这样的，房间一可以，还有浴缸，我很喜欢浴缸。然后马桶也有，还有一个这个是出一个衣柜的，衣柜那本是衣柜是这样的。然后一个。水质也有，当然有，它有一个冰箱、微波炉，什么都有，洗衣机什么都有，加点起飞啊，这个，房子比较刚刚。